吃饭今天吃汉菜，然后还有鸭爪子。相约豆豉炒辣椒，给我呛一下。这个豆豉炒辣椒好吃，下饭。
肥肠面，今天吃的是二块面，香辣脆。还要滚，酸辣生姜。我还是觉得二块面好吃一些些。酸辣生姜，微酸中辣，半含糖，下饭。再捏一块生姜吃，面条二块面就是这样的，看着不宽，煮出来就稍微有点宽了。